搬家，对啊，全部回来这边了。纠假事件，那个有你们在、大家快来啊！乔家超市五折大优惠，但我没看到什么派送。然后我知道我被拉走了。我去看什么五折？就是骗人的，骗人。好像就卖40块，一样卖40块。哎、我们原价80块哦。我们原价80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变便宜了哦。爱买不买哦？把原价调高2倍，再说五折。没有，他跟你说买一送一。买衣服送衣服，不是买左边送右边吗？你说买鞋子哦？对啊，啊没有五折，没有五折啊，还是要原价啊。然后买一只送一只啊。爱买最划算。丢丢啊，不是，那个是那个吧？车子那个吗？车子。爱买最划算，爸爸。是啊，那个丢丢是那个。好吃的面包，这游戏好可爱，对啊，这游戏有点久了。真的，挺开心。哈，哎，你不要让潘妮看你那么肮脏的样子哦，你注意点哦。没有，潘妮走了，他只看到一次而已。我们都要花痴一下，真的要融入角色哦。矿物放右边是不是？好、对啊，你那玩重于角色，你就是要把自己感情带入吧。对啊，要融入，这样才会好玩、啊。角色扮演就是这样啊。对呀、啊，这才是角色扮演游戏的乐趣，好吗？哎，关门了。那这时候就要提供杯啊。哦、矿物在这里。那件拍照。对。我说每次按键精灵一按停掉的时候就拍照。我想说，我还想说什么？昨天关掉游戏的时候跳那么多张荧幕截图给我，在干嘛？就这个噔。所以你刚才已经是按键精灵了。对啊，我捡乐色是按键精灵啊。我靠。没有啦，我走路是自己走啦。噔。可是就是让它点点点呢。让它点点点。不是啊，每一间房间的距离又不一样，你每一段时间有时候换房子捡哎、欸。好，我明天升起斧头。第五。我受不了那些木头的。来看一下今天的星座运势哈，今天的星座运势，明天会下雨。然后明天的天气预报，倒霉透了，哎呦。哎呦，好，行，那明天不适合出门。那只好迎接新的一天，才能有更多挫折。永远不要觉得今天过得不好，你怎么知道明天会过得更好呢？对，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笑哎、欸，超过分，负能量专辑。哇，今天十音四十四个，对啊，不会是。这都没有捡到什么特别好。捡垃圾养活三个人的。捡垃圾捡到大家都买大包包哎、欸，拜托。真的超猛哎、欸！哎、欸，矿工，你干什么？嗨，早啊！夜下，我回去挖点铜矿好了。什么矿？铜矿啊，给大家升。哦哦，好啊。利亚今天不出门。不你不要难过，我们出门啊！你要不要来照亮我啊？我会给你氧气哦，这样就不缺氧了哦。今天给你钓鲶鱼、啊。你是我的藻类还原机哦，这样讲可以吗？藻类还原机，这个好。三条鲤鲤鱼是哪里啊？湖里面的吗？哦，有星星的史莱姆，给我东西。哦，鲷鱼。鲷鱼。哦，是血鞋。哎，我捡不到血鞋。靠腰。啊！你没血啊？没血啊！血鞋卡在墙里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我以前有彩虹框卡在石头里面，那时候很气死。你看看有谁身上有磁铁那个啊戒指啊，叫他送过去给你、啊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这次比较惨。要去酒吧买啤酒。人不能怕脏。哇，今天垃圾桶都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我也没有哎、欸，天啊！啊，难过。哇，真的想脏一下都不行，工作难找。我要去买个200块。我用机可以坐车了，我还用走的哦。就不要。捡不到。你就是那种硬币掉在贩卖机下面，然后手一直往前抠的那种了啊。好近哦。对。你要抠到手脱臼。好痛哦。好痛。欸、我如果阻止他，一直不让他去上班，会怎样？他会暴冲。哦，对耶，他冲了。哎、欸，他暴冲，我就拦不住他。对啊，就是刚刚莉亚冲回他家，我跟他既拦在他前面也没有用。所以你要拦他一下，让他走一下，拦他一下，让他走一下是不是。他头上会先打个点点点，那就暴冲。好、哦，哈基。是不是你最常干这种事？我哪有站在门口没有动哎、欸？一个陌生人站在人家家门口，他不走开，还不吓死？哇塞！人家不出门看着人家的窗户才吓死。我只是一颗菜哎、欸，这个菜也会走路啊！哇塞！我没有动哎、欸，他还刚刚跟我讲心事哎、欸。我们刚促膝长谈了，从上午讲到晚上哎、欸。他一定一颗菜，嗯，就像有些女生会边吃菜边自言自语讲心事一样。那我都不好意思说他咬了我一口呢。居然，你没看到头发缺一角？左边还是右边？中间。中间啊，那我咬左边。哎、欸，下巴上面，鼻子下面。What the fuck！ 哎、欸，谷物，好，换我去。所以你舌头不见了啊？对。哎、欸，舌头不见好像不能讲话了呢，好像舌头不见是不是就死了、啊？因为不是说什么舌头跟喉咙是什么粘在一起的，你舌头割掉之后，就是舌头会往后缩，然后把你的喉咙给那个塞住。对啊，你就不能讲话，你就不能呼吸了。潘妮，这是我从莉亚那边拿来的，你喜欢吗？向博物馆捐赠。OK， 收集奖励。哦，上古种子配方，花野菜种子，那先不拿了。OK。上鼻子下面，对，下巴上面不就人中？好痛啊，人中！哎、欸，有人的老公要去海边抽烟喽，注意一下哦、喔。等一下，要管一下吗？要管一下他吗？现在烟很贵哦、喔，听说还要再涨20%哦、喔。涨了，涨了。还要再涨、喔？之前就已经涨过了。对啊。他们都有那个大石头炸不掉吧？炸不掉啊！炸不掉啊！那个要用敲的。啊、所以看你们去洞窟探险有没有要升个稿子啊？真的？啊，然后那个陨石矿好像要金稿才能挖掉。哦，是哦，怎么不知道？你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陨石。我那时候也很后悔把它挖掉，然后更后悔把那个蘑菇树砍掉，我才知道那个那么稀有。不是可以。它可以那个采集树叶啊，对啊，它采集树叶会给蘑菇。嗯，蘑菇很贵吗？不，欸，50还90吧。嗯。崩坛。崩坛。哎、欸，我今天有翻过垃圾了吗？好像有，然后我都翻过啦、啊，对啊，对对对对，你怎么了？一没有垃圾可以捡，就10亿了。人生失去了目标了吗？这么快？对啊，我今天也送完礼物了。你可以跟他多聊聊啊。
他每次都讲个两句话就不讲了。啊，哎、欸，女生不是喜欢这种欲擒故纵的？对啊，他都不跟我讲话。他搞不好心里暗恋着你，不好意思讲啊。他是想要在你面前装酷。对啊。然后你们看他就是在你面前都是把头发遮一边耍帅，遮脸遮一。啊，其实他只是有一颗眼睛在看你，只是他不敢露出来。对。不好意思说他有写轮眼。哈哈哈！笑啊！你很那母汤哦。我要去跟莉亚讲。我跟我的好闺蜜莉亚说。跟莉亚说。有人在吃饭呢、啊，不要喷饭出来。好可怜。我听到小黑炭的声音了，我去打小黑炭。哦，一木。我一直觉得我看到里面怪最开心就是小黑炭。一木能花在哪边啊？那个马厩啊。那把一木花掉哦。一木花掉。一木花掉。硬木花椒，硬木花椒。啊，没提及的啊，我在洞窟里面 ，no， 是硬木啊。硬木，你笑累了吗？硬木花椒。教练，我想打球啊。现在放弃。比赛就结束。嗯，我看到泪金了，我可以送一天了，棒！走好慢，走好慢，走好慢。昨天在看一个那个 YouTube， 不是都会有回顾一些吗？嗯。再看一次那些的，然后看到就是说什么大神，猜猜这是什么歌之类的那种。嗯，就是用空耳版，然后让你猜那歌是什么。哦，对，很操控，很好笑哎、欸。你有没有超开心？就巴尼一哭，巴尼一哭那个、啊。巴尼一哭。巴尼一哭，巴尼一哭，巴尼一哭。哈哈哈！我操！嗯。然后什么？什么亲你萌萌哒？什么什么摸摸摸你？这我不知道。亲你么么哒，什么看到么么你？七龙珠的啦，七龙珠的七龙珠的。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歌词是什么啊，噔噔噔噔噔。放哪里？放哪里？怎么了？哦，今天你走很慢嘛，那你再回床上一下就好了，你就可以瞬间走超快了。可是你隔天的体力只有一半。嗯，也是。你就吃个东西呀、啊。吃东西不会。没有，你吃了，你明天还是只有一半，因为你今天已经疲力尽，就明天就只有。要回的话，那个解除这个，好像要花1000块去医院。对，要吃药。嗑药，嗑药，嗑起来！不要！搬你一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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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搬你一股。我来喽，我来搬你一股喽。看看明天的天气预报，晴天。又是晴天。上古种子，嗯，所以怎么还有上古种子啊？嗯，什么东西？不是
就是杰瑞那边拿完就哎、欸，然后杰瑞交完之后，我们可以再去拿种子哎、欸。可以啊、哦，我们可以再拿一颗啊。对啊，我刚刚爽哦，捡一个就拿四颗哎、欸。我刚刚就是去还任务的时候，发现说可以拿。太爽了吧！我等一下去拿。所以要拿吗？啊、对，他要关门了，他已经关门了。所以等一下直接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我拿到我就会直接种哎、欸，因为它要长很久啊。长28天才会成熟。买加速肥料，加快食。杏鲍菇。哎、欸，这样我很好奇，因为它不是那个加快食趴那个吗、嗯？可是你平常的，你看这里面大家很多一起种，那他怎么知道谁都有加快食？所以我在想，说是算台主的吗？啊，不是台主啊，开房主的吗？我觉得应该那个石块应该只有对那个，不然他其他怎么可能？看谁种下去的。嗯，我靠，那这样很强迫症就发咯。对啊，你看就有人种一半，然后大家长起来都长不一样，哈基就要发疯。哈基就我来。那个等一下再说。我现在的种子让我来。谁还没睡啊？我。还没睡。在干什么？我回家，我在挖。在看抖音啊。没有看抖音啊，我等你啦。打怪打到快没血了啦。现在的剑太飞了。等一下、哦，卖个东西啊、哦。阿基今天没有什么好卖的。啊，来哈基加税了。阿姆库拉还有说什么乌梅一弄，乌梅一弄什么？一弄一阿瓦西的什么的？没听过，这没听过。柯南。被踩喽！噔，给他几彩，给他几彩。我踩两颗。给他几彩，让他冲那个农场的。让他升等级。对。让我升。让你生了，我是说生整生的。你是女生，好，我去摸鸡。女生，可爱的女生，好，通通出去。不行，我要通通出去。放入标题一下。好会吃啊，这。谷仓好咯，我要去刮草了。我心开。你要开了、哦？嗯，开一下。干草。有什么好笑的可以剪？干草刷起来。这样我就可以出废片了。你说两三分钟的小废片吗？对。这样你有广告盈利吗？有啊，可是很少啊，那就真的就是废片，哦、就是没多少钱，没几块钱。没关系，废片我也很喜欢剪。就是你很快、啊，全部都是那个重复播放，弄到十分钟。没有，我就放废片，然后就剪那种很洗脑的十秒钟一段，然后剪一个10分钟版本。超过分！哇塞，我劈一个草 bug， 然后喷3倍的草给我。好爽哦！草能干嘛？草稻草人。稻草人？你是说纤维那个、啊？哦，对，纤维啊。那可以后面可以做很多东西耶。哎、欸，我问你们啊，哎、欸，一氧化二氢什么的？一氧化二氢？你是说是不是说那个什么种植什么会反什么一氧化二氢那个的？一氧化二氢不是？水吗？还是什么？对，2O吗？对，2O，对啊，一氧化二氢。对啊。
怎么没有？因为今天有个好像图片吧，是这样讲的、啊。对，武林农场那边的人贴，就是那个在那个花朵那边贴了一个图片之后，开花期间会使用大量的一氧化二氢，请勿任意摘采。哦，他就听到哦，一氧化二氢，好好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很害怕。大家都很害怕。一氧化二氢是水，白痴哦、喔！看我刚才想说，我还想了一阵子。我刚想说氧化氢，嗯，我觉得不是水，这个好像是水。很可以啊，你看这样可以喝止多少人呢、啊？烂透了。对，我觉得挺不错的。你在说我脏啊？这手上是刀，你知道吗？Moco安安，等你哦。好久没听到 Moco 的声音了。为什么？很久没有吃鸡了。Moco 他现在都不到一点就睡觉。哇，终于作息正常了吗？那天 Moco 有找我去吃鸡，然后他跟我说：“来，我来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变强。”说没有。哎、啊。欸嗯，活动中心变仓库了。对啊，仓库了。哇，再去看一下。对，没有小精灵了。没有了，我们迫害他们了。碎啦！小精灵吗？因为我们都没有去放东西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因为我们的路线是，我们的路线就是这个了。因为我们已经买会员了。就是这游戏的剧情走向有两种，一种是你要帮忙，就是那个小精灵恢复这个整个社区的繁荣。对。那另一种是直接去搭这个鸠甲。那个工厂，把这些变成真的他们的。哎呀，反正就是你要选麦当劳或肯德基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们这次选肯德基。对啊，之前都选麦当劳、欸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边要怎么？这边就没东西可以点了吧？没有，里面是仓库啦。我刚进去看没东西。完全没东西，那就是等于说，这周我去那个花钱去买、开通哪边？花钱买。嗯。直接花钱。哎、欸，今天垃圾桶都没东西耶、欸。太阳是在河流啊。嗯。好。河流我来了。莉亚，你家门口有河。他家门前有小。他家门前应该很多太阳鱼，我还去魚、欸。一个铜锭180块，你觉得划算吗？你要卖铜锭哦？不是那个任务。一个铜锭划算啊。他任务的不是都会比较赚吗？我记得正常都会比较赚吗？哦，就五个铜嘛，一个碳啊。今天星期天，哎、欸，星期天。哦。怎么今天大家都有空不用上班啊？在上班啊？我们正在上班、啊。在上班啦。对啊，在上班、啊。这不是在上班吗？我们在赚钱了呢。对啊。很努力赚钱。那我在钓鱼，小雨在翻垃圾，另外两个人没有，今天没有翻垃圾，今天在挖矿。好好去领。拜托、哦，有了，我就在赚自己的嫁妆呢，拜托。嫁妆哇！你说用香蕉、草莓串起来的项链吗？克里顿是泰山里面的那个坏人。大猩猩，大猩猩。骑士换成鸠甲接小精灵任务有免费的。艾米丽直接对我说：“嗨，杏鲍菇。”有免费的助泥魔搬运工，助泥魔是谁啊？就是那个、啊、小精灵啊。哦、oh. ，小精灵就叫朱尼姆。哦，任务解完了。一氧化二氢震惊了3亿人的危险真相。威力。它吸入肺部可致命，会推动温室效应，是腐蚀的成因，是酸雨的主要成分。哇，听起来可怕，听起来超恐怖。尽管一氧化二氢具有极，美国政府和西方跨国企业仍大量使用。哇，好专业！危言耸听最厉害，最会。180，威力，你是不是要太阳鱼？
威力，你是不是喜欢吃炸酱面？威力，你是不是在这里？你是不是赚到钱了？你是不是在卖炸酱面？威力炸酱面。哎、欸，他没有把鱼收走哎、欸。他不是只是要钓到吗？他只是钓到，他会还你。他有一些是有钓到的。哦、他任务有。有一些是什么钓三只啊，或者是什么？嗯。他说他在寻找同好，他给任何有钓到的。他寻找同好哦，好行。同好，哎呀，组伙的那种。打勾，重在一。原来是寻找同好啊，没错没错，打勾。好呀，起来。我、哦、靠，钻石了！那个谁要送钻石？哇哇！我家那个拜金女要钻石，没有啦。那个可怜、啊、被妈妈啊。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哎、啊，我想要去升级高子，打太久。安安刚下班的虎斑与三花，哎呦！你的水都有浇了吗？哎、欸，我们草莓是没有，还没浇啊！啊，真的？哦，大家都忘记今天那天那个小精灵。我今天直接去捡垃圾了，你踩然后还没有垃圾。我刚去拿我的桶水回来，水壶，意思是我们今天洗衣机还没来，为什么？洗衣机？对哈、哦，他说洗衣机说今天4:00到6:00、啊，我掉到两个泪金，哦，是不是又被老板耽误？我可以用它跟你换钻石哦，可以哦。我要去杀狗，不要啦，不要啦。每次都这样讲，结果隔天狗还是好端端在那边叫。嗯。好了，狗死了。好恐怖啊！公然开台放话说要杀狗，害怕。还不被检举到爆，然后发现动保来狗养的健康的比我还健康呢，一样子又肥又壮，对，养的超健康，肥肥胖胖的。对啊，你不知道把人家养胖是虐待人家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外面开了一家盐酥鸡，把我们养胖，但是虐待我们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一家？里面不是四家吗？啊，对对对，到时候我们在住在就靠。嗯啊，没水。我走了，虽然我还没挖到55层。话说，垃圾桶是不是没有办法一直翻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不是开房的人就可以啊？对，开房的人不能翻。嗯，开房的人没有这个权利，没有这个权限。没有这个开房的只能指挥别人去翻，对，所以我不喜欢当开房的。嗯，快去翻！我想要去享受，快乐色养家的乐趣。喜欢享受翻乐色拿嫁妆的乐趣。都赚了外嫁妆。没有，因为今天的 mod 就只有兔兔跟你而已了，你是第二个。怒不加班直接回家，好哦。啊，今天忘记再去送一份。哎、欸，阿外钻石嘞！啊，丢我家。来历的历经，我放不泪经，我放在泪经。历经，历经，阿外历经完了没？我给啊。放在那个呢？哎呦，麻辣天后宫，安内唔通吼。讲错了啦，泪。都是乐啊，又是鸡啊，乐鸡啊，乐鸡还是乐鸡啊，乐鸡啊，好哦，哦你们刚讲什么？哦，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。那个啦，要检举是检举那一台哦，我有警告过他了。小雨今天是最后一次开台了。哇，还不赶快抖内给我，我要隐退了。
金刚剑啊！那笔钱我就要潜逃了，快给我！他说：“哎呀，快！金刚 U 以后 YouTube 见啊，金刚剑哦。”所以你不是捡垃圾鸟，是捡……好，没事。哇，一万三呢！哇，赚起来，赚起来！我们选哪个啊？畜牧品还是要农作品？畜牧，看你。如果你想要盖屋子的话，就是畜牧类的啊。如果你真的是想靠农就是农作物的，就是有对啊，农作物的类的。它农作物类后面就只是酿酒的价格提高，跟另外一个是作物的生长速度提高。嗯嗯，对啊。我是选就是到后面酿酒，我自己。还是我们选畜牧好了。嗯，你是要盖房子哦？那还是农作物好了。我觉得这边不适合盖的那个、啊、空间太小了。对啊，没什么。想再不按下去，我就要断线了。哇啦，拍谁？哎呀，我忘记床上有一个人。哦，明天会下雨，睡啦。睡啦。叫起来，叫起来！我要去摸鸡。摸大鸡。Thank you.